秦月，怎么能就只拿这点水果呢？这些钱呐、你带你妈拿着，你妈过生日啊，给她买点营养品。妈，谢谢你。你回家啊，别着急回来，多陪陪你妈啊。好，这耳环呢，也带回去。妈，这不是二姐给你买的吗？我也不爱戴，拿回去给你妈做生日礼物吧。妈，以后我一定会好好孝顺你的。哎，都是一家人，你快回去吧，你妈还等着你呢。记得带我向亲家母问个好啊。好。哟，给你钱你就拿着，这脸皮怎么那么厚呢？妈，我才是你亲女儿，那钱啊，要给也是给我，怎么能给他一个外人呢？你刚才不是说了吗？嫁出去的女儿，泼出去的水。你以后要想回这个家里，你把我们的嘴闭上。思韵，快回去吧。这路上注意安全啊！谢谢妈。